你可以再问一遍吗？你可以再问一遍吗？好，我想知道，Add1Challenge 它的这个挑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很好，因为你得你下你每天需要写你学习不学习每个月需要录一个视频所以你得学习所以我觉得你自己学习的时候非常有用，因为我学习德国的时候，德国对不起，我学习没关系德语的时候，以前挑战以前我自己学习。所以但是我总是觉得啊我得学习德语明天我学习所以我觉得我明白我得学习但是我从来不学习我从来不学习你总是明天才开始学习对是这样但是所以我决定参加这个挑战我做这个做这个挑战需要学习所以我的我改善了我的德语所以我觉得很有用对中文一样挑战以前我觉得我需要学习中文明天我学习中文所以我从来不学习中文但是现在我参加挑战学习好一点儿可以这样说吗？可以，你参加挑战之后学习好了一点儿。